今天呢就講隻中遠海運港口啦，以前就叫中遠太平洋啦，而家咧就叫中遠海運港口啦，做啲集裝箱嘅租任業務嘅。咁點解講佢咧咁啊？呢排其實咧就集裝箱嘅情況咧，其實好貴噶，啲租金係咁升噶。咁呢股之言啦嚇，更加重要咧就係、是。看開我節目嘅，睇到依刻嘅，仲睇緊嘅朋友都知道我主要睇技術走曬噶啦嚇。技術走曬咧，佢有少少咧就唔錯嘅表現喎嚇。咁你見到啦，呢個係出現咧我比較中意嘅頭肩底啊。肩何在？左肩、頭、右肩。咁咧？呢條黑色線咧就係頸線啦，啊斜斜地嘅應該，不過畫得唔係十分靚啊，即係我即係咁樣就係靚啲啊。誒總嘅嚟講咧，都係咁上一位啦，唔會差太遠。同埋總嘅嚟講咧，已經係穿咗啦。啊呢日用一支洋竹穿咗頸線，換言之咧，呢個頭肩底咧就應該出現突破啦，因為見到穿頸線，同時咧伴隨住咧成交係增加嘅啊，成交增加。出現陽大陽燭突破頸線，所以咧佢嘅頭肩底走勢咧係應該成立咗啦嚇。咁啊，與按量哦，照量照度咧都唔錯喎。呢個頭肩底，因為咧佢頭部咧係5.2，咁佢嗰個頸線咧大概6.5度啦，即係過嶺度啦，過3度啦。如果過3度上去都唔錯啊，6.5過3，所以咧當然啦，佢下級咗嚟7.3啊，即係破咗7.3先好，先再講嘢啊。而家咧。初步咗嚟7.3，所以咧可以咧就股民咧，如果有一覺得都 OK 喎，好似嚇，咁誒不妨咧就有興趣啊，都係玩下嘅咧。6.5咧可以作為一個咧止蝕位嘅參考位啦嚇，你穿咗6.5咧，就可能咧，特別係呢個位啊，呢個6.5係其中一個參考，特別係呢個位6.4度啦。穿呢個更加不得了啦，即係6.4至6.5度啦，係一個重要嘅支持位啊！如果穿咗咧，就可能呢個頭肩底突破咧，就提早完結啦啊！如果唔係嘅話咧，就相信有機會反覆咧，就向上咧，就向佢個頭肩底嘅量度升幅目標進發啦嚇、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呢只啦，就係中遠海運港口，咁市盈率都唔貴嘅，8倍到嘅啫，即使咧。而家市場咧就預期佢咧有少今年咧就有少少咧就盈利倒退，但係都市盈率都係8倍到嘅啫。咁啊息率都有成5厘開外嘅嚇，咁所以咧就4-5厘之間啦嚇。咁所以咧都 OK 嘅嚇，所以有興趣可以留意一下呢只潛力股啦。咁啊至於個指示位置目標價咧，亦提供咗啦，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。